有一家客栈的老板奶奶办事灵活，又能说会道，凡是在他家住过的个个都夸老板奶奶能干。这一天来了三个人，都是念过几天书的，听说这位老板奶奶能干，他们心里不服。一个妇道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举行来气气他。三个人进了门，一起走，老板奶奶，老板奶奶，老板奶奶，哎呦喂，真正不敢当哦，三位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接着嘛，就喊茶房来带三位先生倒茶。三个人往往啊，接待客人倒是蛮客气的。请问先生尊姓啊？啊，吾姓石伯子。石伯子，哦，原来是李先生。请问这位先生尊姓啊？啊，吾姓向红，一叔。哦，原来是王先生。那这位先生呢？啊，你问我啊，吾姓二十有八。罗边年年一凝神，哦，原来准姓是黄，是黄先生。三个人点点头，啊，有啊，不会是有这个先生的。我们三个人一个都没有起得住他。啊，我们也请问下你老板奶奶尊姓？我跟这位黄先生差不多，他姓二十有八，我姓二十九，可是差不多啊。三个人一听，你汪汪我，我汪汪你，二十九是什么姓啊？一个都说不出来。堂堂三个年子汉被个妇道人家摸住了，你看可丢脸不丢脸？其中一位只好打我们，哎，啊，我们一时急眼，啊，龙翔龙翔啊，你们三位住几天啊？我们本来他们啊不想来住客栈的，就是想来看看老板奶奶，现在竟然回不出个二十九是什么姓，想走又不好意思，只好住下来。啊，我们住一天，明儿动身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三个人就住下来了。晚上，他们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想，二十九究竟是个什么字？还有位两位大们。把个不假心从左肩孙女一直背到死头死口，还是想不起来。三个人一夜都没有睡得好，眼睛都熬红了。第二天早上三个人赴房间的时候还是想不出来，只好红着脸问了，哈，老板奶奶，不瞒你说个，你这个心二十九啊，我们三个人从早儿晚上想到今儿早上都没有想得出来，请你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字啊？三位先生那我开心了，这个字还想不出来吗？好的，告诉你们啥，我姓董啊，木字旁不是石边吗？这边有个土字，是个十一，十八加十一，不是二十九吗？啊，不错，啊，老板奶奶，你是个懂得啊，真混得很呢。看样子我们三个人也只能在你老板奶奶的肚里摇摇。老板奶奶脸一红，干脆也拿他们开个心。哎喂，你们哦说笑话了，屋里肚子嘛也不过养过一对双胞胎，怎么容得下你们三位先生呢？